这样说话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吗？可以是吧？把那个喇叭往前对看看，对 OK 好，反正有点像个导游了。然后我是第一次带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习惯。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刚才小王老师介绍了一下，其实也没有他说的那么神，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样，不是普通人，只是说我比大家可能入行时间稍微早一点，就是说有些东西的话可能看得多一点，就是说把我这些年见过的了解的这些东西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对吧？就是说可能有些东西呢你现在可能会感觉说跟我关系不大，但可能再过一年两年三年或者有一天，然后你自己做一些什么互联网项目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呢会对你有一些益处。然后如果说就是中途呢，我们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可以在中间阶段的话可以向我提问，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对一些比如说我觉得就是问的特别好，然后或者说就是我们交互很成功的，我们会有一些奖品，这样好吧？ OK， 那我就开始了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关于这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那个LAMP 的网站架构，看我们这个上面那个 title， 就是说主要的就是说讲的内容是针对我们 Linux、 Apache、 MySQL、 PHP 以这种作为基础环境的这种网站作为架构。因为现在我们主流的互联网架构上来说，就是无论是国外的像大家所熟知的像谷歌、 Facebook 对吧，基本上都是说还是说侧重就是用这一套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目前在就是说做网站碰到上面的这些问题。国内也是基本上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说新浪、百度、腾讯，主流的技术的话基本上还是用在这种平台上去构建。当然我们也有些公司的话它可能是基于 Windows， 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像京东商城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购票类的这些网站。但是总体长期这个这几年我观察的趋势来看的话，就是说还是会更多会贴近于使用 LAMP 架构 LAMP 的这种架构来构建。第一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学习简单，可能在座的可能很多就是也在这边培训的对吧，知道就是说它的入门的话相应的话比起比如说你可能 C# 或者是 C++ 这种语言来说是要更容易入门的。第二个它部署简单，实际上来说就是稍微你学过一些基本部署，然后或一些基本的编译命令的话，你就能在 Linux 上完成这些基本的这个操作。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就是说 LAMP 架构的话是目前特别主流、特别重要的，然后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哪怕你是个人做一个小的个人站点，你买一个虚拟机，对吧？比如用个 Discard 或什么别的东西往上面一搭，这个东西也能跑。或者说你是做一个很复杂的，比如像百度搜索引擎，或者说像新浪微博这样的这么复杂的这么一种产品，用它也能搞定。那只是说你在搞定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碰到我有100个人访问跟我有1亿人访问，这是本质的差别。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在这种不同的这种访问量的情况下去构建特别有效的，然后就是说不会让我们的系统崩溃的这种架构，就是我今天主要讲的这个内容。当然可能话好多你们就是现在可能处在学习阶段，可能你了解接触的大部分的话可能比如说可能是比如说10万级或者100万级的这种访问量的这种网站。那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或者说你要做这种比如1000万级、1亿级的这种架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解决你面对的这些访问的压力还有流量的这个问题 ？OK， 然后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说讲的，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说有3大块的内容吧。第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网站架构的迭代，就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整个网站随着它从低流量到高流量呢。整个迭代的这么一个过程，螺旋形的这个迭代，就像我们软件开发里的这种模型一样，它网站开发了以后迭代。像早期谷歌最早在98年的时候，他们只有2台服务器，它是放在他们那个学生宿舍里的。他们最早就用 Python 写了很简单的 Spider 程序去抓网页，然后存到他们自己的服务器上。但到今天为止，现在谷歌的服务器已经超过了100万台。那就是说，你想由之前的两台服务器到现在100万台，它经历了多么大的这个变革，对吧？但它总体的这个技术架构的话，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基本上还是构建在 Linux 这种平台上面去做这个事情。那实际上来说，网站架构的迭代会随着你流量的上涨，你就要做一些别的不同的这个选择。
那么如果说，那么第二个话题的话是关于我们开源软件的这个选型，就是说我流量在小的时候到我流量大的时候，这个总体的这种情况，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开源软件来构建我这个网站架构，让它更快速的、更高性能的、更容易维护的去解决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LAMP 架构的核心是一个宗旨，是 free。 free 不是说不要钱，而是说它让你免费能够得到东西，让你自己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改它，或者说你可以就是说无偿的去使用它，降低你的使用成本，但是你又获得可以很高的这个性能。所以就是说开源软件在现在实际上来说，开源软件改变了这个世界，对吧？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 PHP 也好， Apache 也好， Linux 也好，你看到或者你在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由开源软件来构建的。这些东西的话让大家的就是说生活更美好，哪怕是你小到你家里的用一个路由器，它可能里面内核可能是 Linux， 当然它可能是个微型的 Linux， 再加上一些别的这个程序，它构建编译好了以后通过 Loom 写到这个它的那个芯片里面去。那么再大到比如说像我们的银行存储，当然像国内的话比较少，比如像印度，因为印度它是一个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像印度的有一些银行的数据库存储系统用的就是 PostgreSQL， 可能就是应该有一些同学知道，就是说除了 MySQL 之外的一个开源软件的这个选择。就是说印度的话，因为它针对他们国家的发展状况，它觉得开源软件能解决我现在这个数据容量的问题，那我为什么不用开源软件呢，对吧？当然国内的话可能侧重用的比较多的话，比如像 CBase 啊、Oracle 啊这种，就用在像各个银行系统，比如建行、农行、民行，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些银行系统可能用收费软件比较多一点。他们用收费软件不是说开源软件不好，而是说我一个软件拿过来以后我希望有人能维护它，对吧？比如我 Oracle 我数据挂掉，我需要找人来给我维护，我打个电话给 Oracle 公司，他可能就会派两个人坐飞机过来帮我把这个数据恢复了，对吧？它主要是要获得服务，这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开源软件的核心，一般他们普遍开源软件挣钱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靠服务。比如说 Oracle， 它像最去年它收购了 Sun 公司，应该是前年了，它收购了 Sun 公司。但是核心的话，它为什么就是收购 Sun 公司？它是把 Sun 公司整个一套的开源软件体系全纳入过来，比如像 MySQL、Open Office。还有它的 VisualBox， 就是相应的这一整套的开源方案拿过来， Oracle 自己也构建了一个就是跟 Red Hat 竞争的一个 Linux 版本。它这个 Linux 版本因为 Linux 免费，它靠什么挣钱？靠服务，对吧？有个通用的话叫怎么说，叫做一流公司卖标准。就是说比如说你 IBM 或者微软，它制定比如微软制定 OpenXML， 就是说我你只要按照我这 XML 格式来定，你就能直接存储你的就是 Word 文档，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打开 Word 文档，大家遵守这个标准。二流公司卖产品，不，二流公司卖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仅说我推出一个软件，然后给大家去用，而是说，这个软件我可以免费给你用，但是呢，你要提供用我的服务，比如 Discuss 这种模式，对吧？ Discuss 可能大家知道，它是论坛项目，它的核心的话就是卖服务。你买了我的一个软件 ，OK， 你可以回去用，你也可以改代码，没关系，无所谓。但如果有一天你数据扛不住了，你压力很大了，你需要做一些别的，比如说数据升级拆表或者什么的，那你可以找他，他能帮你解决。三流公司卖产品，就是说你通常看到很多公司的话，实际他们是在卖产品的，比如说做一个什么叉叉软件，比如 ERP 软件、OA 软件，对吧？这个产品的话呢，可能有人来买，我就卖一份 copy 给他，给我付一份钱，付一份 license 的钱，对吧？四流公司卖外做外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公司别人有一个需求过来我这边，哎，我把这个产品做好了给他，他拿走。下次又来一个公司，我又做一个又给他。我这个产品的话，我频繁一直在做二次创造，可能大家这个项目都差不多，但是呢，我花费了很多这个时间精力，而且只能卖一次钱，对吧？就说对比来说，就是说我们对这些东西的就是说评估，然后开源软件的话，你可以理解它是属于二层的这个需求，就是说它可以卖服务。就如果说你自己很牛，你做一个开源软件，比如像 Discuss 这种，你可以做到被腾讯收购，对吧？这种级别，那么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也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得很好，然后我去卖服务。那现在很多像比如像 PHP 有个框架叫 Sync PHP， 可能应该有些同学知道，就是说他们就是以卖服务的形式给我培训，对吧？然后或者我出光盘出书，对吧？这种模式就卖服务的这个典型。然后我们就扯得有点远啊，只是说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扩展一下周边的这个知识。然后我们这个讲的这块内容的话，可能就是说开源软件的就是说一些选择上面挑选
什么样的开箱软件来更符合你的这个网站架构，而不是说随便别人给我介绍一个我就拿来用，它可能会有问题的，对吧？第三个就是说网站的一些基础优化，就是如果说你在实际运营一个网站的话，你从后到前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优化这个网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问答环节。OK， 那我们前面有没有什么问题的？OK， 我们首先讲一下就是网站架构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之前我这个培训呢，大概应该在去年年底，在就是给别的一些开源爱好者，就是一些 PHP 爱好者做过一次分享。然后我这个 PHP 是在那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些升级的，但总体的架构框架没有变，只是因为我最近就是说我在重做这个 PPT 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之前有一些考虑想的这些东西不太周到的。然后就是说，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互联网还有我们的开源技术发展太快了，就是半年时间，我上次做应该是2010年的12月底，到现在为止也就半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又衍生了很多特别有趣的、特别高效的一个开源软件，我到后面也会把它融入进去去讲。然后我们做一个网站架构的一个基本原则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没有通用架构，对吧？只有适合的。打个比方说。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比如说很多公司创立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网站的基础模型就跟它的创立者的技术素养有关，对吧？打比方说这个哥们儿他是做点 net 出身的，那么他要如果他比如他去创业做这个项目的话，第一原则是什么？肯定选用他最熟悉的技术，对吧？上来可能就是 C# 点 net 加 SQL Server， 对吧？这种架构去做。那么到后续的话，可能他整个网站的这个风格就会沿用这个风格，它不会变。为什么？你像京东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京东最早的版本他们应该是在零四零五年，就是说他们很早做的那个版本就是用 ASP 来做的，在基础上比如说升级到 .NET 就理所当然很正常，对吧？跟随着微软的这个步伐。但是说如果说现在要让它转型转到比如 PHP 或者 Java， 它成本是很高的，对吧？它可能要比如它以前可能整个开发这个系统可能只有200人团队，如果它把一个迁移到 Lamp 架构上，它可能要500人的团队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实际上它迁移成本是很高的。那么前期你的架构会决定你后期的发展，但中间不是说不能变，无论像 eBay、 Facebook 还是谷歌，他们中间的网站架构是变化了很多次的，一直在迭代，所以实际上来说是没有通用架构的。我讲的这所有的内容可能只是更适合我们 Lamp 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比如说你跟侧重于爱好比如 Java 或者是说 .NET Windows 上这个平台，或者哪怕你比如喜欢 Solaris 这种，是吧？那有些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针对做不同的互联网的这个项目，就是说你网站架构特点是不一样，比如你做搜索引擎，跟你做 SNS， 跟你做微博，对吧？跟你做一个内容发布，它涉及到这个东技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对吧？而且应用的一些技术点是比较大的。我里面就后面讲的架构内容会大体会比较适合于比如说 SNS 或者是内容发布类的这个网站，就是一般有 UGC， 我们说的 UGC 就是用户产生内容，就是一般有用户产生内容的这种网站的话，就是说会比较适合。比如说你是一个博客，或者说是一个新闻类网站，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当然问题也不大。因为像这种网站的话，它比较简单，主要就是长线，对吧？如果新闻的话，或者博客写篇博客，又不是长久改变的，就是说我一下我就可以持久化给用户长线，这比较简单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这个架构，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两台服务器，像谷歌早期跟你到后来100万台服务器，你架构可能一样吗？不可能。那中间比如说你服务器运维你就要累死，对吧？比如说我一个人管100台服务器，我得10000人的运维人员，对吧？你觉得这现实吗？谷歌全公司才10000人，对吧？我难道还雇10000人去管这个100万台服务器？不是，那肯定不行。那你就需要更复杂的比如运营平台这种架构通用的然后可乐插拔的这种技术去解决就是说这个问题。比如像 Facebook 他们有2000台数据库，但它只有2个 DBA，对吧？实际上说，那你说那机器硬件磁盘天天会坏，数据库可能会挂掉，或者是你要重做数据，你就碰到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是说不能依靠2个人去干这个活，你就必须依赖有自动的智能的不用人工干预的这个东西去做。但是你觉得你在一个项目早期你现实吗？肯定不现实，对吧？不可能。你说这个项目你发展到了这个规模，你才可能说去用这些人做更智能的事情，所以网站架构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我今天讲的不代表5年后它也是这样，对吧？
可能说在目前我们这个情况的话是比较适应的。第三个就是去实践，我讲的我今天可能给他感觉是理论，但是如果说有天你要去做的话，你把一些理论一些概念投入到你实际使用中，发现好像是这么回事，又好像这个跟我使用好像也不太一致。每个人呢，就是你碰到具体问题解决思路不一样，得到结果不一样，没有一成不变，但你去做，你回去试一下，对吧？比如说你天天跟我说 MySQL， 比如说同步 Master Slave 这个玩意儿很高科技，你回去试一下这东西怎么做，但是原来它也不过如此，就这么回事，对吧？就是说你不去实践，你永远说停留在这个东西只是在这么做的层面，我没有实际去做它的话，我讲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你们出了这个门就忘掉了，没有意义，对吧？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图，是不是你们特别熟悉的这么一种结构？你们现在包括你们现在学习的过程可能也差不多，可能你们会更，可能都是本机，对吧？比如自己电脑上 Windows XP 装一个 MySQL， 装一个 Apache， 再装一个 PHP， 对吧？这么一个体系结构，这基本上是比较接近于你们现在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这么一个体系结构。就是说我们会有一台外部服务器，一台数据库服务器，最高性能它可以扛到10万 PV。 比如像 Discard 有一些就是优化的比较好，比如那表啊，还有整个就是说对操作系统，还有比如磁盘内存优化比较好的情况上，这块是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么一个 PV 量的。但我这个估计就是说正常情况，就是我们不说这种异常的情况。那么这种体系结构是不是很复杂？基本上你们应该就是学完以后肯定都会做，对吧？我前端写 PHP 代码，把这个代码写好以后，我后面有个数据库，我建一堆表，对吧？建一个库，然后连上面做查询展现，有模板再放一些图片，还有一些样式 JS。那么这些东西混合，我就能在这个前提下，我就大致这么，比如最简单的，哪些开源软件改，比如说 ECShop 或者 ShopEX， 对吧？拿过来我搭一搭，我就可以搭一个商城，或搭一个比如卖衣服的或者干什么的，或者我用 Discard 搭个论坛，对吧？或者我用什么即时狗之类的搭一个新浪，类似于新浪微博，对吧？这种产品我也很快，这种模型，哪怕我用虚拟机也可以做，但虚拟机的话你可能性能会跟不上，十万 PV 你可能不一定能扛得住。那现在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架构的话，你能扛十万 PV，OK 没问题，我们大家都会做，对吧 ？OK，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如果说你现在 PV 变成100万，你怎么办？你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 PV 我达到了100万，那么这些问哪些会是可能会产生影响的？就是说它可能会这个东西会扛不住的，就是说，我可能这个需要升级的，或者说它是肯定是有漏洞的，没有办法去解决。如果说我叠升到100万的这个流量的这种前提下，有没有同学可以沟通一下？我们有第一个同学有奖品啊，数据库。数据库有什么问题呢？I.O. 还有呢？数据大概比如说你 I.O. 就是说它可能磁盘不够用，或者说它转不过来，对吧？数据量很大。嗯，数据库如果你觉得比如说它转不过来，它有什么比如说它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增加数据库实力，就是增加数据库服务器，对吧？嗯，然后呢？啊，前端呢？就是外部服务器这个层面。打个比方说，我说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台 Apache， 打个比方说，并发就是同时，比如我们教室里有100个学生，他之前如果说他单台的机器，比如说我们同时允许50个学生过来访问，对吧？同时每个人都点打开这个网页，迅速打开这个链接。OK， 一起来访问没问题。到60个人的时候，他就这个页面你就发现异常慢，打不开或者白页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是不是需要比如说做一些什么操作？最简单的，比如是不是应该加一台机器，对吧？我加两台，你不是100个人吗？我2台够你们用了吧，对吧？我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数据库的话，数据库有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说简单加数据库就能解决的，因为我们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什么？写数据，读数据，对吧？你数据往里写，那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只能往一个地方写，对吧？那么你往一个地方写的话，那我读的时候的话我也从一个地方读，对吧？如果加了2台的话，那我这个数据我怎么知道要写到2台数据库上去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吧？我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是从2台数据库上去读呢？对吧？就是这肯定就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最简单的概括肯定就是说我们读写都在一台，最简单，对吧？
到后续我们会讲一下怎么去处理我们刚才这个碰到的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同学是谁？我们送的礼品哪个？换一个书吧。OK， 我们现在看一下，如果说我们一百万的 PV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跟我们刚才就是交流的有什么差异。我们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外部服务器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增加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有四台了，对吧？我们刚才是一台，现在到四台了。我们除了数据库，你看我们有变成两台，对吧？但是我们同时还看见右上角增加了一个什么，我们右下对增加一个缓存服务器。为什么呢？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大部分互联网业务大部分啊都是读比写多，对不对？大家是不是都是看，都是围观，对吧？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其实说你新增内容的用户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像新浪微博这种的话，微博产品的话它可能粘度比较高，写的操作可能就是会更频繁。当然我们可能一百万架构可能没法扛这个事情，就正常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内容发布的或者是一个 SNS 的这种网站，对吧？这个时候的话，或者说我是一个博客类的这种网站，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有缓存。缓存的话，我们比如可能有静态缓存或者是动态缓存。静态缓存最简单，大家可能都会，就是把文件持久嘛。打比方说，我有一个 CMS 内容发布系统，我新增一篇文章，最后点发布的时候，它就给我生成一个静态文件，对吧？放到外部服务器上，或者放到别的文件服务器上。你访问的时候，直接就存这个静态文件，不用去查数据库了，对吧？所有的架构设计的关键就是数据库。数据库，我的一般描述是管它叫爹，就是说数据库的话你惹不起它，它如果说挂掉的话，你整个这个业务的话你就没法运作了，对吧？所以我们为了减轻它的负担，我们增加了这个缓存服务器这么一个节点，就是让比如说我们频繁访问的，打比方说用户信息，对吧？你用户不可能天天改密码，天天换头像，对吧？天天改昵称，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是你就可以把这些不怎么动的数据可以把它放到缓存服务器里给它缓存起来。还有就是像静态缓存，比如像我们内容发布类的像博客，还有就是说 CMS 新闻发布这种的话，你完全就可以给它生成静态缓存。我分发了多台外部服务器，比如我外部一到外部四，每台上面都有一份，你随便定位到哪一份你再去访问它的话，就能迅速得到这个结果，我不用去查我们数据库，对吧？我们数据库还发现下面有一个 DB slave，右下角 slave 呢就是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库呢分主从，主是什么呢？主是主要用来写，像我刚才聊到的，我们写入数据保持在一个地方，只往一个地方写数据，对吧？但是我们读的话就不一定，我们可以在这个 DB master 上右中间这个图可以读，我们也可以在 slave 上读，因为他们俩数据都是一致的，对吧？那么我们数据写到这个 master 以后呢，它会同步到这个 slave 的这个数据库上，同步到以后呢，那两边的数据是不是都一样了，对吧？其实你找谁读都是一样，找谁读都是读。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分担了我们？如果说这个数据没有在缓存服务器上命中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 master 或者 slave 去取这个数据。基本上这么一个，当然我这个架构图肯定忽略了一些别的东西，对吧？别的比如说可能不是那么主要的别的一些东西。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一百万 PV 的这个网站，在这么一个简单的体系结构下。可以做到，我们加了服务器，加了缓存，加了一个读取的这么一个数据库，对吧？就能解决我们一百万 PV 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 OK， 这时候问题又来了，比如说你创业特别牛逼，特别强，你这个项目现在流量又上来了，现在已经七八百万，追一千万了，这时候你又怎么办？这个的话，可能同学们就是没有接触特别多， OK， 我就不卖关子，不问大家，我们就直接往下讲，我们看一下。这是个一千万 PV 的网站架构，就稍微线多了一些，然后前后的话这个节点好像多了很多，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是以我们服务器为主导的。我们从左到右，从左到右，从我们这个 IE 浏览器一直往那边看。首先我们一个用户，他通过浏览器他发送一个请求，打个比方说这个请求是 qq.com， OK，
就是腾讯首页，他输入浏览器里输入了 QQ.com，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跳到由 DNS 服务器给他指定的一条 A 记录，对吧？这条 A 记录的话，就是说他会返回告诉你说哪台是腾讯 QQ.com 的服务器，你可以去用它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跳到腾讯的这个服务器上去。腾讯的服务器呢，他当然他肯定不会赤裸裸的暴露一台外部服务器给你，因为那这样的话，我们每次不是都会订阅到一台外部服务器，那外部服务器不就死了，对吧？我1000万 PV， 每天1000万流量过去，一台服务器，一会儿就挂掉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负载均衡服务器。看我们这个图，就单排的。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后端有这么多，1、2、3、4、5，有5个外部服务器，我们有4个外部服务器，让它来决定去访问谁，对吧？让它来决定。它比如说，它还能兼任干一个什么活，比如说我对一些异常的流量我会做一些处理，对吧？对不正常的流量，正常的流量的话，比如我1、2、3、4，我就随机给它排一个，就我们专业术语叫哈希，或者说一致性哈希，我随便给它排一个丢一台服务器。然后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下面还多了一个静态资源服务器，中间下面这个位置。那么这个静态资源服务器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们网站流量已经到了100万 PV， 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资源文件，资源文件一般指什么？网站的图片，网站的 CSS， 网站的 GIS， 对吧？网站的 Flash， 就是这些东西的话，你是不可能跟上面这一堆外部服务器不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外部服务器更多响应动态流量。动态流量是什么？就比如用户的写入操作、登录操作、看具体的一个内容的操作，这种叫动态流量。静态服务器呢，就是说我们就存我们的静态资源， CSS 你不会改，对吧？ GS 你也不会天天改，你可能一周、半个月、一个月升级一次，对吧？这个是用来放我们静态资源。为什么要分离呢？就是让我们静态资源服务器呢，让它专注做一个事情，它能做一些别的设置，性能很高。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直接外部服务器我们可以用 Apache 来打，很稳定。但是我们静态资源服务器呢，我们可以用更轻量级的性能更高的外部服务器，比如说Nginx 或者是 Lighty， 对吧？大家应该都听过网上的这些术语，就是说他们更轻量级，响应速度更高更快。因为实际上我们外部服务器就是说它的性能瓶颈不在于外部服务器，它在于哪？在于后端，就是我们右侧的，就是我们右侧的这一堆的这个东西。我到这边来，就是说我们这右侧的这一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后端，但是我们中间前期的流量全部是在这儿。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动态内容，用户访问过来的话，它的瓶颈肯定不会在这儿，它在这后面这一堆服务器，对吧？但是我们的静态资源，因为它上面它有运算有处理，比如我要查数据库，我要查用户的什么 session passport 登录信息，对吧？或者做一些运算，对吧？或者说从远程接口拿数据，那么它瓶颈肯定不是在这儿，它肯定是在后面。但是我们静态资源服务器不一样，它的话它没有任何运算，它唯一的就话任何文件就是一个凹进制，放到磁盘上一个位置，它不用任何运算，你流量到了它就直接把这个数据转发，再去做磁盘 IO 把这个数据读出来，然后再丢给浏览器，就完成了它这个操作，非常简单。所以它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更轻量级的能响应更高负载的这种外部服务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分离。然后我们看这里还多了一个 CDN 代理服务器，为什么我们要单独画一条线呢？因为这条线跟我们主线呢可以不相关。打个比方说 CDN 代理服务器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主要用来缓存我们一些不容易改变的这个数据，比如像我们经常用的开源软件有 Squid， 还有 Varish， 可能 Squid 大家知道， Varish 可能就不太知道，它是更轻量级的这么一个缓存的代理服务器，它可以做反向代理，也可以做静态资源的缓存。 CDN 呢就是叫做缓存网络，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自己搭建，你可以去买，像国内的话有很多这个公司它做这个业务的，比如说我现在不想自己构建这个东西，因为自己构建我们涉及到很多问题，像比如在中国大家可能通常意义上也叫天朝，对吧？那么在天朝的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个很好玩的术语叫做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最远的距离什么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你在电信我在网通，对吧？就是跨机房问题是所有你做互联网应用你要去考虑的问题。我因为中国网络环境非常复杂，有网通电信，对吧？可能还有铁通、卫通、移动、联通，对吧？还有教育网，每个人的网络的他们那个节点、路口、路由器都不一样，
他们就是说从他的用户的这个客户，你可能是在大学里面，你可能是在家里 ADSL， 你可能是在单位用的是光纤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你可能是在网吧，对吧？你每个上网路口不一样，你过来的这个就不一样。那么我怎么保证每一个用户拿到数据性能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服务器全部就是这些服务器，每个人都这么过来请求。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服务器布在电信，那么你从网通过来的就很慢，对吧？比如我电信过来这边，可能整个网络连接可能只要一毫秒，对吧？从网通过来可能要十毫秒。那用户他不管，他觉得你的网站很慢，我才不关心我是网通还是电信的，我觉得你的网站很慢，为什么还要这么慢呢？其实你很无辜，你就跟我没关系，那是因为运营商的问题，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像一些静态资源，特别是大的，我们就可以用 CDN 来解决。CDN 它一般能帮你储存什么？图片、CSS， 还有视频，对吧？这个时候呢，它那些 CDN 厂商，比如说它会在全国，比如说它在上海机房、杭州机房、西安机房、天津机房，对吧？它会在全国各个的主干网络上，都会部署他们的服务器，他们服务器上就会存储你要相关的内容，那么它就会按照用户最近访，就是他访问过来的 IP， 比如说他是电信的，那么我就帮他定位到电信的一台服务器 CDN 服务器上，把数据拿回去，那么他就不会来请求我们的静态资源服务器，也不会来请求我们的外部服务器，这数据他直接就拿回去了。那这样的话性能是不是非常高，对吧？而且还解决了网络的问题，就是跨机房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说，所以我们单独列出这个，因为不一定每个公司都用。都说你流量到了那个范儿，比如像你是做图片类的，比如像网易相册、腾讯 QQ 空间相册，或者是像杭州的一个图片公司叫优酷，或者说你是那种公司的话，你需要大容量的这种数据缓存的话，你可以需要依赖这个 CDN 来做这个问题。OK， 我们现在再往后，前面这一块都没有问题，都理解了吧 ？OK， 好，我们现在再往后看我们后端的，前端的话只是说把这个东西，只是到我们的应用层面，到我们的 PPP 代码了。对吧？它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没有涉及到我们后端的这个处理。那么这时候你看我们中间就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多了缓存服务器，我们在一晚上 PV 的时候也看见这个东西，是吧？这个哥们儿无处不在，缓存是解决所有互联网性能的主要法宝，记住这个要素。任何你在性能碰到问题的时候，主要不是它的问题，那么肯定就是你后端数据的问题。解决他们后端数据的唯一一个主要法宝就是缓存。缓存是最有效、最直接，然后是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么一个原则。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从内存里读取一个数据的话是纳秒级别的，就是说因为内存它只是一个存的一个电子交变换的过程，零一零一变换一下，对吧？我之前数据比如零零零，现在我变成零一零一零一，它主要把这个电子变换是非常快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更深，就是这个电路方面的知识我不深入聊。那么但是磁盘不一样，磁盘我们首先我们大家都见过，比如这个磁盘这么厚，对吧？这么宽，无论是现在的这种 SATA 的，还是说以前的这些磁盘的话，它都要有一个机械处理的过程。什么意思呢？你控制信号发过来了，发到这个磁盘上，磁盘它要驱动有个磁头，磁盘是有个磁头的，它下面是一个旁片，旁片是在疯狂一直在旋转的。一般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可以高容量，它是有多个旁片，有多个磁头，它这么做的话，第一方面就是说能增大容量，第二方面就是说能让不同磁头读不同的盘干不同的活，可以并行的这个操作。实际上在很多服务器做类的这种操作的时候也是原理是差不多的，它用多盖盘来解决这种就是并发读取的问题。那么这个盘面这个磁头在读取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磁盘，就像一张光盘一样，它飞快的旋转沿着中间这个轴。那么这个数据呢，我们要定位一个数据，比如说这个数据是在第五上区的第二磁道，对吧？那么它就要旋转到第五上区，这个磁头定位到第二磁道，它磁头它是这样可以伸缩的，那么它就往回缩到第二磁道定位，大概从哪，比如从我从那个这个磁道位置大概从几到几，比如从零到一千，幺零幺四个字节，把这数据给我读取过来，它咔读一遍，对吧？那么它从整个寻道、寻上区、寻磁道，然后一直到最后定位的这个过程，大概早期的磁盘要花十毫秒左右。十毫秒你们可能没法理解什么概念，百度的整个首页响应时间是不超过300毫秒。比如说实际上快的话，它要求，但是它整个后端的这个搜索引擎的后端的整个的这个服务器部署复杂到你没法想象，可能是数千台服务器在工作。换句话说，你要从数千台服务器里把这些数据迅速拿过来，
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他用户展现。你如果说每台服务器的它这个磁盘的操作时间十毫秒，如果说我有100台服务器，这一秒就过去了，对吧？你还指责用户，你还要忽略它的网络带宽因素，就是它的网通电信这种因素你要忽略掉，然后还要忽略掉一些异常的，比如还加载一些资源文件，比如说 CSS 什么的，或者是百度那个大 logo， 这些都要带宽的，对吧？你要忽略这条因素，你要把这个数据导航给用户，你要多长时间？那边三秒过去了，对吧？因为还要一些逻辑运算，比如要把一些竞价排名的一些数据，什么一些就相应的这么一些，对吧？还有做一些运算，这个数据返回到用户的话，那极其可怕，不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磁盘跟我们中间的这个差距，就需要有缓存服务器。因为从内存里读数据的话是极其快的，从磁盘读数据是很慢的。从到寻磁道，还有到那个把数据读取，这个周期的话，快的话也要几毫秒，对吧 ？OK。下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先从这边来讲，这边的话还是我们刚才这个结构，有一个数据库的 master， 还有一个 master 的备份，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就说假设我们这台机器当掉了，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挂掉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还可以从这把它，比如打个比方，我可以给它切过去，把它变成一个主，因为我们线上的服务器，一般的互联网站呢是要求允许7×24小时不间断的，我不允许，我之前问过一个用户，我说如果说有一天你打不开 QQ.com 或者打不开百度了，那么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不是，他说我们家网断了。为什么？那么就是说他传递给用户的这个感觉是什么？你这个网站是永远不可能断的，对吧？你要告诉用户说，我这个只要你在，我们网站就能工作，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这台数据库挂掉了，比如很长放掉了，一般我们服务器用3年就不行了，刚好用3年磁盘挂掉了，直接磁盘就有坏道了，那肯定没法读了，或者死机了，掉电了，各种，或者内存坏掉了，或 CPU 烧掉了，是吧？或者说我们数据有损坏了，或者被黑客入侵了，各种可能都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备份的服务器，它数据跟它一样的，能迅速切换过来，来代替它这个位置，我们叫 master 的备份。那么对前端来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你是 A， 你是这个标准的 master 还是一个备份的 master。 你切过来以后，你还可以继续往这边写数据，对吧？对前端这个应用，那用户访问的话，他继续读数据进行数据毫无感觉，他也感觉不到你用户，其实他不关心你最后怎么实现的，或者是说你提供服务给我，对吧？然后再看我们下面的话，你看多了1、2、3，多了3台 SLAVE， 为什么？就可以解决大部分读比写多的情况，读取数据肯定要比写数据要多，因为肯定是上网围观的人多，像中国现在有2.7亿网民，实际上围观的用户远比就是说真正来这边发内容的这个用户要多，对吧？所以大部分用户都是来看的，可能有些用户还不知道怎么打字儿，是吧？所以肯定看的比这个写的多，所以我们这边有3台专门就是用来读取数据，然后由这一台来写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不是流量很大的这种情况的话，100Mbps 是可以扛得住的。当然有一些如果说交互性很强的不一定能扛得住，我们就大体画了个模型，不做特别细致的这个探讨。然后我们看这里就多了两个，多了一个 DB 连接池，还有一个负载均衡器。对，那么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呢？很简单，我们比如说我们一台 MySQL 并发支持的连接， MySQL 有个配置叫 my.cnf， 那么它里面有个配置叫 max connections， 它们这个选项做什么用呢？就是我单台机器可以并发存档多少个并发的连接，就多少个外部服务器可以发连接过来，我可以给你连上，然后去做这个处理，这个设置。一般这个设置呢会跟你的内存大小、服务器配置有关系，对吧？比如说我内存很小，那我设高了的话，可能就完成不了这个操作，因为我们它这个操作的话会跟整个 MySQL 的后端处理能力有关系，还会跟它开的线程数有关系，因为 MySQL 它是基于线程这么一个机制。但是我们知道一般一个线程的话，它一开启的话它需要占8兆的占内存，对吧？这是死的固定的。那么如果说你开10个线程的话，就是说80兆，如果你开1000个线程，8个 G， 对吧？那 OK， 8个 G 的内存一般服务器会有吗？可能好多服务器没有，当然有一些64位好多服务器是有的。那么就说这个连接数不是说我想开多少就可以开多少的，不行，取决于第一你内存大小，第二网络连接站的大小。我们 Linux 它有个内部设置，就是说我当前这个网络站的话，网络站是什么东西？就是每个用户连过来的话，我要告诉他我有没有位置来供你连接，对吧？如果没有，
哥，我告诉你，你可以走了。就说我这个连接没有，我直接就返回驴赛的指令给你说，你这个不行，你不要连我。那么这个时候，外部服务器它会一直在等，我们俗称叫夯住，因为它连不上了，对吧？然后可能有些还有一些重试策略，它一直重试，然后把服务器一直搞死了，别人没法读数据的，频繁在完成这个连接关闭、连接关闭的这个操作，外部服务器也没数据返回，用户也看不到这个页面，一直就是下面是 loading 的这么一个状态。用户说：“我靠，你们这网站太烂了，对吧？就是太不稳定了，给别人这个感觉。”那么如果说我这个连接数是固定的，那么我有没有一种办法呢？说比如说帮我维持这个连接数？不用，因为这里除了我们连接数，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 PHP 可能所有老师教大家用的函数是什么 MySQL 下划线 connect， 一般不会教大家用 MySQL 下划线 p connect。 为什么 p connect 呢？就是长连接的意思。长连接是什么意思？我这个连接以后跟它一直是保持的，我一直不断。那么如果说我这个业务处理完了，它也不会断，它是它好，当然它不是跟 PHP 在维护，它是阿帕奇在维护。因为我们说的阿帕奇的话，它是一个一个进程的这个模式，它后面我会讲。那么它每个进程会跟它做连接，但是这个输出连接，我之前这个业务已经处理完了，但它又不断，当然这边的话还得跟它保持连接，还得有一个线程来给它维持这个连接。那最后所有人都干那个活，以前那个线程就不活动了，它一直处于 wait 状态，对吧？那没什么用了。那么你新来的这个数据处理，它肯定处理不过来，对吧？就跟人一样，我两只手，我两手都抓东西了。你还想拿来让我用嘴叼吗？对吧？那不现实。那最后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是建议大家用短连接，就是用 MySQL 下划线 connect， 对吧？这个 connect 是什么差别呢？它连上以后，就是说它 connect 了这台 web 服务器以后，数据库服务器以后，它是等我整个脚本处理完以后，到最底下的时候，我们一般比如我们会调用 MySQL 下划线 close， 对吧？会把这个连接关闭掉，那么这个服务器啊，你关闭了，它就把这个资源回收，把相关的这个什么内存占用啊，还有网络占啊什么全都回收。当然你也可以不用，不调用 MySQL 下划线 close， 为什么？因为我们 PHP 它是一个解析型的脚本语言，你执行到最后的话，可能你们上之前有没有听过星辰讲的 PHP 的原理？可能讲过，我就不深入探讨。就是说，它到最后的话，它整个脚本解析的时候，它会把整个所有这个全局整个运行过程中初始化的所有的这个数据变量资源，因为我们一个连接属于一个资源 resource， 你用 VR 下划线 dump， 你打印出来数据它是一个 resource 的，就是一个资源的这么一个类型，它要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全释放，所以其实也没问题。但是一般建议肯定你要调 MySQL 下划线 close 来解决，就是来关闭这个连接。 OK， 然后这个连接池呢，我讲了很多，我主要是针对就是可能有一些没有接触过连接池的这个同学啊，可能如果了解的话没关系，微微一笑就可以。然后这个连接池呢，就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它跟它是长连接的，就是说它一直是跟这个东西保持长连接的。每一个在这边对应的连接的话，它有个池，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队列，对吧？或者一个大水池，对吧？每一个呢就是一个小球，每个连接是一个小球。然后一个外部服务器来了，我分它一个小球，对吧？用完了你再还走，我就放着。你来了，我又把那个刚才的用完的小球分给你，对吧？让它由它来保持整个的这个操作过程，就不用去频繁连它了。它跟它可能一共就开了十个连接。然后他们连到他这的话，可能有一千个连接，对吧？当然没关系，不影响，他能完全处理过来，他不用重新跟他建立连接。我们建立一个连接的过程是很费时的。网络操作的话，我们因为我们 TCP 的话，协议的话需要三次握手。我现在问你哥，我能不能连你？你说哎可以，好，那我连了，这是三次握手，完你现在可以连他。如果说我们每个服务器都来完成这个操作的话，其实很费时，跟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能解决频繁连接，它不会因为连接挂掉，不会在页面里出一个MySQL 错误 ，to running connections， 对吧？不会出这种错误。负载均衡服务器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现在有一二三，有方台的这个读取的 MySQL slave， 就是读的这个服务器。那么，这个读的服务器的话呢，我怎么知道每次要去读谁呢？或者说现在这个哥们能读呢？或者他没有死可以读呢？我们需要一个负载均衡服务器。比如说，一二三，这个配置好，这个配置好，这个配置差，对吧？那么我们就通过让它来告诉我们前端连接处理的时候，连到这个哥们那呢，可以少放点连接。比如我一共有三十个连接，对吧？那我就这边十二个，这边十二个，这边的话可能就设个八个，对吧？设六个，对吧？那么它的连接对比他们来就少一倍了，所以它就不容易挂掉。如果说就是当这具体实现的话，就靠它的这个策略算法。后面我大概聊一下 LVS 的一些策略算法。它的话就是说能做这么一个就是说负载均衡的这种操作，还有健康检查，我们一般说的心跳。看它活不活着，然后是不是需要返回这个数据。我们这里多了一个内容检索服务器，内容检索服务器大部分就是
比如我们上一个新闻网站，或者我上一个技术类网站，如果想找相关的一个资料，我是不是得去检索？检索通常情况我们不会去 MySQL 里，比如说 select 的新 from 查查表 like 一下，这性能是它是非常差的，对吧？而且因为我们 MySQL 本身，比如说它对英文支持是很好的，对中文支持很差，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比如说 NLP 自然语言处理，一般通常意义上就大家都了解了分词，对吧？分词的话，因为中文跟英文是有差距的，英文的话它每个单词之间是有空格逗号这种东西来标识，对吧？这种单词标识就非常容易，但中文不一样，中文我们一句话来特别长，中文博大精深，然后它可能顶多通过逗号来切割，对吧？那么打个比方说，而且这个意思还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切，切成一个长串，还是说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成三个串，这不同的，而且你不知道用户他当前关心什么，比如我是关心建党90周年，还是关心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对吧？你不确定，所以说他就需要你去做很复杂的这种语义，还有这种自然语言的这个处理，这种有个专业的领域叫 NLP 去处理，我们不深入探讨。就说我们 MySQL 是不支持这个功能， MySQL 当然它内部引擎 MySM 有个 full text， 就是说全文检索，但它的是性能也比较差，然后呢不支持中文。当然国内也有一些很牛的人做了一些插件，做了一些比如说什么一些分词的这个插件，然后可以跟那个引擎结合起来，我们不能深入探讨。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解决不直接从 MySQL 里查询，我们就衍生出了一个内容检索服务器。内容检索服务器我们有很多开源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斯芬克斯，或现在国内做的 CoSerc 基于斯芬克斯来做的，或者说 Sharpen 的话可能豆瓣用的比较多，还有现在一些外包2.0，或者说就是说中型的公司用的比较，一般大型公司还是自己开发。还有就是 Lucent 这种，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可以由这种单独的内容检索服务器，通过接收提交的这个数据，把这个数据建立好，外部服务器要来查询的时候，直接从我这查，然后不访问这个数据库。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业务肯定会有检索需求，包括像新浪微博这种实时度特别高的这个数据，它也有检索需求。我要查某某人发的这个数据，你不可能从数据库里查，根本不现实，对吧？这个总体就是我们面临1000万的这么一个 PV 的这么一个架构，大家感觉有问题吗？实际上来说，就是说到这个图为止，跟我们刚才一开始的这一个图，就两台机器已经千差万别了，对吧？就是说它你面临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很复杂了，很丰富了，但是好，你的网站再牛逼，继续再发展，你现在已经做到新浪微博的这种程度，你现在已经到5000万、1亿或者2亿的这么一种 PV， 这个时候你又怎么办？你会面临新的问题。刚才我光顾这个讲了，我泛泛过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1000万 PV 架构里用的这些基本的一些开源软件，比如说，其实我刚才交流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把主要的这个东西就讲了一下，比如说负载均衡服务器啊，就刚才我们看到在那个连接池下方的这么一个东西，比如像常见的 LVS 还有 HA Proxy 全是开源软件，我整个里面没有讲非开源软件，非开源软件不属于我们探讨的这个范畴。 LVS 的话它是基于4层，因为我们知道 OSI 就是网络七层模型的话是分为7层的，对吧？最底下的话是物理层、数据线路层，对吧？然后是网络层、传输层，它的话应该是工作在4层的这么一个工具。换句话说，它能控制的这东西非常多的。就是之前再插一句啊，大家有空的话都把一些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要补充，如果说以前就是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或者说就是说底子不是特别扎实的，多去补充一下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对你很有帮助，对吧？比如像计算机网络啊，还有像什么 TCP/IP 协议详解，或者说数据库原理啊、操作系统原理啊、数据结构啊，特别是数据结构，基本上实际你现在可能我用 PHP 写代码没问题，什么什么排序啊，什么什么它内置全有，数组处理啊什么的 PHP 已经很强了，但如果有一天你需要自己去处理更高性能解决更多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就不能满足你的性能要求了，可能这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动手去解决一些问题了，这时候对你基础的这个要求的话就非常高。像数据库，比如我知道，比如我建一个索引，比如什么前缀索引、什么关联索引，对吧？什么组件索引、唯一索引，那它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这么做又会怎么样呢？那它内部它是怎么实现、怎么存的呢？这个时候它就要求，如果说你有这种探索欲望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去更深层次的去学习一些别的知识，就是基础的，可能平常你比较忽略的这个知识，对吧？就像我们，就数据结构啊，还有刚才说了网络啊，比如 LVS 它为什么工作在4层，它为什么不工作在2层呢？
如链路层，是吧？或者工作在绘画层、应用层，对吧？他为什么要工作在这一层呢？最主要工作层，比如说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它能支撑有个叫 VIP 虚拟 IP 的这么一个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到任何一个电脑的物理访问的话，它是通过什么？通过 MAC 地址，不是 IP， 对吧 ？IP 只是供我们人容易辨别识别的这么一个通信。实际上来说，它最后的话还是通过 MAC 地址来定位到一些电脑。比如你在局域网的时候，比如你 A 访问了 B， 你看你本地，你用 ARP 有个命令叫 ARP list， 你会看见访问192.168.0.1，它的 MAC 地址是叉叉冒号叉叉冒号叉叉冒号。对吧？这么一个 MAC 地址，它实际上是这样去通信的。那么你在应用层你是没法去改这种数据的。那么在 LVS 它工作那一层它就可以，它可以模拟。打比方说，最简单的我们碰到一种场景是这样：我们刚才比如数据库，看右侧 DB master 和 DB master 备份。如果这个时候 DB master 挂掉了，怎么办？我怎么切换成这个 DB master 备份来作为主的 DB master？一般情况肯定做不到，因为它俩最明显的一个就是 IP 地址不一样，对吧？比如说一台 IP 是10.0.0.1，第二台是10.0.0.2，对吧？这时候我怎么切呢？那么你就可以用我们 LVS， 它在四层的话，它就能够欺骗前端。什么叫欺骗前端？就是比如说黑客攻击里有一个技术叫锈探技术，锈探技术的话，核心的话它叫 sniffer， 它核心的原理就是说。它会把网卡置于一个混杂模式，对吧？就是所有的数据包，因为我们一般在网络通信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广播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比如我们局域网有10台电脑，然后我要发一个数据呢给192.168.0.1，当它我们整个机制192.168.0.1到零点到幺零，对吧？那我不知道谁是0.1，那就发一个广播出去，哪个哥们是0.1啊，对吧？如果说有个哥们，比如他明明不是0.1，他假装哎我是0.1。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不是就能接收？我就会在我本地把它的 IP 地址跟它的 MAC 地址绑定啊、哦，这个哥们是0.1，所有的数据以后就往这个 MAC 地址发。这个时候，这哥们是不是就接收了别人的数据？就是我们常说的 sniff， 就是嗅探。哦，这个扯远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四层的话，它就能把 DB master 备份这个数据通过虚拟 IP 的技术，当然它是一个合法的这个网络技术，把它，比如它的 IP 明明是10.0.0.2。把它变成10.0.0.1，那么前面的数据 DB 连接池，还有外部服务器，他就认为我这个是10.0.0.1了，别人也不知道，所有的数据都往我这边发了，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智能切换的这么一个过程，不用人工干预，对吧？我不用一个运维系统管理上来哗哗哗手一阵赶，然后可能还要断一会儿服务，相当于完全无缝的。LVS 它是工作四层的解决问题 ，HA proxy 呢 ？HA proxy 就是它是工作在七层的。但是他工作是在工作在应用层的，工作在应用层的话，有个他下面刚才我们说那个操作他全做不了，不是什么虚拟 IP 啊，他肯定做不了。他能做的话，就是说在应用层的迅速的转化。像我们哪些网络服务工作在应用层？阿帕奇，就 HTTP、FTP， 对吧？还有我们 SSH， 就如果你们用 Linux 做开发的话，可能偶尔会登录上去，他们是工作在七层。HVOS 也是这样，那么他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但他功能更丰富。打比方说。我可以知道这个后端是个 MySQL 服务器，是个 Apache 服务器，对吧？因为它是工作在应用层的，它可以通过协议包去识别。如果你在底层的话，你就特别麻烦处理起来，对吧？因为这不是你在这个层面做的一个事情。OSI 其实模型它定义了，你就干这个活。再看第三个，我们外部服务器。外部服务器的话，就是说，大家肯定都知道，一般肯定就是 Apache， 或有些偷懒的用 IIS， 对吧？但是一般建议大家不是工作里工作啊还是生活尽量不要用 IIS， 还用 Apache。 IIS 的话虽然是微软的东西，但是确实还是比较烂的，对吧？因为它跟整个 Windows 平台绑定，它就是说它不是为了怎么说，不像我们开源软件一样那么容易定制配置功能强大，对吧？所以一般推荐大家你做实验什么的装个 Apache 就可以。像现在有很多集成包，什么 PHPNow 啊，什么 SAMPP 啊这种，对吧？你直接下回来什么都给你装好，直接可以用。第二个是 Nginx 是从2008年以后的一个后起之秀，在它跟它类似的是有一个叫 Light HTTPD， 对吧？ HTTPD 大家应该都知道。Nginx 的话，它是俄罗斯的一个公司做的这么一个产品，它最早是内部用，后来开源出来了。开源以后呢，就是让全世界人民都受益了，开源软件就是好。他们本来之前是公司内部的这么一个软件，后来开源了。Nginx 极限的情况。
网上很多文章你们可以看，比如什么通过安尼克斯搭建比阿帕奇高10倍性能的外部服务器这种文章，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极限情况可能是能达到阿帕奇10倍的，当然它是去掉很多实际的约束，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没有那么高了，对吧？我后面会有一个评测数据，就是说安尼克斯它快的话是跟它整个模型有关系，安尼克斯它是一个异步工作的模型，就是说它跟异步工作模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正常情况可能是这样，比如一个连接过来以后访问了我这个外部服务器，那么我这个时候正常呢，我会比如我们多进程的模型的话，我是 fork 一个子进程，说哎，你去这个子进程它会去负责处理你这个数据，那么你去这边响应它的处理就可以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问题啊，比如我们进程是有上限的，对吧？我们最多比如上限1024，那么1024这个连接过来以后，我要再接受多的请求现实吗？不现实，如果前面连接都处理完了，但是你对高性能的，比如说每天1亿、2亿、5亿、10亿、100亿，像淘宝这种每天几十亿这种请求的这种的，你肯定不行，对吧？那么这个机器你就限制了。但你有别的办法，你说我可以加机器，对不对？我一台机器能扛1024，我两台就能扛2048了，我八台就能扛8096了，对吧？8196了，我这也能扛上万了。但是加机器大家都想得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程序员，最主要一个素质是什么？优化，对吧？节约资源。比如说我一台服务器8万块钱，比如惠普的或者戴尔的2950，对吧？那么如果说我在一台机器我就能扛你4台阿帕奇的热，为什么不用一台呢？老板也不傻，对吧？安尼克斯的话，因为它的，那么它安尼克斯这个时候它就能显上身手了，因为它是基于异步的模型，可能应该有些同学就知道说异步模型，因为模型跟同模型区别是什么？你一个连接过来我不是马上处理的，它是会大概有一个FD 文件描述的 list， 就是在 Linux 下我们做，无论是做 Linux， 它设计的一个初衷叫做 KISS 原则嘛，就是说简单，按照百度文化叫做简单可依赖，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原则的话就是特别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这个东西，它所有的无论你是个驱动，你是个网络操作，你是个文件，全是当做一个 FD 文件描述符来定义的，你就可以用 write 用 open 这种系统 API 去访问它，对吧？那么就是说Nginx 每个连接过来以后它就是一个 FD， 它是一个网络 FD 啊，但是你可以直接用 Red 绿的这种底层的就是说系统 API 能去访问它，那么它就会一来的时候它不会是直接把那个连接处理，它是会甚至一个大的队列，把每个这个情况下连到我这个服务器的所有的连接往里一放，每个连接过来它会有一个 FD， 对吧？如果没有这个 FD 的，那说明这个连接肯定没成功，它没到这个应用这个没到 Nginx 这个层面，然后是那么比如我现在有100个连接过来了，给他们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跟一个储物盒一样，一格一格一格，对吧？全装好，然后 A 储物格说，哎，我准备好了，你现在可以，我现在可以读写数据了，它会反向通知过来了，好，你可以读是吧？好，我再另外派一个 worker， 它有个叫 worker 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线程或者一个进程啊，哥们你可以是吧？好，我现在来你这边读数据，把这些数据读取完了以后马上给他返回，然后 B 就说，哎，我现在也准备好了，那么他这种就是说在这种模型情况下的话，它最高的性能可以达到极限的情况，号称可以达到8万的这么一个连接。然后当然这个极限有受很多限制，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内存啊、CPU 处理能力啊，最直接的限制是跟 Linux 网络站有关系。因为 Linux 网络站一个操作系统实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操作系统有五大管理嘛，对吧？什么存储器管理啊、CPU 管理啊，对吧？五大管理，那么它在管理网络站的时候，这个它是有个上限的，上限应该是3万多，那么在这个上限的一个基础上，你再多了连接过来，我这个站没地方给你装了，对吧？那你根本就连不上我这个服务器，它会受这些客观的条件约束，但是我们能解决，比如说你64位系统然后改内核参数什么的，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还是有上限的。那这个就极限的情况到达个5万8万的连接是没问题的，那实际上其实我们用不了那么高，正常的情况其实能3-5千的就能解决大部分的这个高性能的这个要求，这样它还是一个轻量级的，一般会用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刚才我说的静态资源服务器的这种情况去用。第三个资源服务器我讲过了，就是静态资源的。第四个缓存服务器也讲过了，就是说解决我们就是这个网站性能的主要法宝就是缓存。那么现在用的最流行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 memory cache D，那基础不能少到后面那个 D 的意思叫 daemon， 就是守护进程，就相当于一个后台运行的这么一个程序。
他的话呢，目前是，他是一个叫 Live Journal 的国外一个公司，他们做的这个工具，他们最早是用在自己的网站上，他们，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开源的网站，放了很多他们就是自己开源的很多项目，一些什么 Module FS 啊，还有 Memcached 啊什么的，就是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爽的一些开源工具。Memcached 从2006年诞生以后，就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成为主流互联网公司解决性能问题的主要的工具。这公司不论是中公司、小公司、大公司，对吧？谷歌有没有用不知道 ，Facebook 肯定用了 ，Twitter， 国内的百度、腾讯、新浪都用了。就说这个的话，就是说是解决大部分性能问题的一个，就是说大家用这个东西很简单、很好用。后面我会再仔细介绍一下。DB 连接时，就是我刚才说的，用来解决比如说频繁的连接、还有长连接这些问题的连接时。比如像我们现在知道的有 MySQL Proxy， 针对 MySQL 的，还有国内有一些技术狂人做了一些这个连接池，当时好像没有听到特别好的评测。还有数据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用双主模式多层的架构，就是说保证冗余。我们刚才说了有个主的 master， 有个备的 master， 还有下面还有三台 slave， 对吧？就用来解决读写还有就是主挂掉的这种情况。内容检索服务器，检索内容，斯芬克斯、Sharpen， 这是现在就是比较主流的中心公司在用的这个开源软件。你们有空把这开源软件名字记下来，回去抽空也可以搜一搜，看看文档，提高自己的就是说对开源软件的熟悉程度。或者说未来你要做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在选型的时候，你也许可以用它。这就是其他，比如说消息队列服务器、可持久化缓存系统、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文件系统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视频，比如优酷，优酷里面可能上亿的视频，你说它当台机器能存得下吗？存不下，它存了很多机器，这很多机器比如这机器坏了怎么办？是不是要备份？要备份的话你怎么管理这两台机器呢？怎么同步呢？对吧？就衍生很多很多问题，那么就需要一些分布式的文件系统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像我刚才说的 Live Journal， 他们那公司出的 Module FS 很简单的，还像豆瓣最近开源了一个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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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 我忘了那个名字，都是一些很好的。或者像我们后面会聊到的 NoSQL 数据库、 MongoDB 内置的叫 Grid FS， 对吧？这种分布式的文件系统来解决就是你分布式存储。分布式文件系统最牛的就是谷歌提出来的，他们的概念叫 Bigtable， 对吧？ Bigtable 的话应该就是说大家是比较熟知的这么一个，当然它这个也是属于就是说 NoSQL 的一种应用的典型。可持久化缓存系统就是说缓存，像我们刚才说了，我用 Memcached 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对这个业务是重度依赖，什么叫重度依赖？就是说我流量特别高，然后我缓存数据可能是上百 G 的，我就用上百 G 的内存来缓存数据。如果这个机器挂掉了，这上百 G 的这个缓存全丢掉了，用户反过来直接到我的数据库压力就增大了，那么这数据可能就死掉，就是对缓存重度依赖，它可能就需要持久化的缓存系统。什么意思呢？我这缓存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知道有 kill 命令，对吧？我们 kill 命令发送命令给一个进程的话，这个进程接收到命令以后，比如我们 kill 减九，对吧？他说你要把我杀掉，这个信号我不能忽略，那个程序哐就自己挂掉了，内存的数据全没了，对吧？那么像碰到之后还有掉电，这个缓存没了怎么办？我们就需要可持久化。 OK， 你发个 kill 命令可以没关系，我把我现在内存里的数据全dump到写到磁盘上，等我下次启动的时候，我就判断磁盘有没有这个文件，也有，我读进来，马上这个缓存又恢复了，对吧？完全不要重新从数据库里读，然后重新再写这么一个过程。消息队列服务系统的话，我们到一级 PV 架构的时候我再仔细讲。前面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看这个一亿 PV 网站架构，这个模型图是我昨天晚上画的，跟前面的有点差别，是因为我们这个可能就是没法完全描述清楚我们一些就是具体的这种细节的体系结构，所以我用更多就是这种图画的方式来表示。这个掌线的话是现在很多公司实际上物理上在跑的这么一个数据体系，它可能是每个公司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啊，或用的工具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同小异，不会有特别大的误差。然后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接触特别大流量的这个服务，对吧？所以的话就是说你可能碰到每个人的视角还有看问题的角度跟你技术的深度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图你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OK， 没问题，很正常。
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讲一下，可能我不讲太深入，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块模块还没有过完，可能已经应该有一个多小时了吧，对吧 ？OK， 然后这个内容啊，我就过快一点，因为大家这个当做一个就是说，实际一个就是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可能大家一参加工作，更多可能会接触可能是百万量级的这种架构，对吧？这个的话可以作为就是说你改善你系统的这么一个方式。我们从左到右看一下，首先就是说，这边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呢，它是一个。我们的用户它是白色的，对吧？我用它是假设它是一个小白痴，那么它这个用户的话，大家去访问我们这个系统，它用户它是不关心的，不知道。比如说我去访问你，给我获得服务。首先到一个位置是防攻击系统，我们把它标红。防攻击系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网站都经历各种各样的攻击，这是肯定的。哪怕你一个小网站，小到一个黑客，比如说什么抓住你什么C口注入之类的。或者什么 XSS 对吧，或者 CSRF 这种漏洞攻击你，这种话它最多碰到特别多的是一些自称为黑客的伪黑客，比如说没事找一下肉鸡，对吧？通常意义上比如疯狂的装一些小工具，最简单的方法用 ping。 2012年中日黑客大战，中美黑客大战的时候，就是有些所谓的牛逼黑客就是说蛊惑大家，你不要干别的，你就往白宫的网站一直 ping， 有命令叫 ping 的，对吧？发 ping 发的是 SAMP 的包，叫做互联网消息控制协议，实际上就是发很无聊的这些数据包，这个也算是一种攻击。为什么？你每发一个ping过来，别人要响应你啊，我要告诉你啊，我活着，对吧？至少你要告诉别人，他至少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互联网交互的这个过程。哪怕是这么简单的这个系统，如果有一亿个人一起给你发ping，你也得死，对吧？你根本响应不过来。那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你到了这个量级的这个网站，你没有一个有效的防攻击系统，那是不可能的，对吧？防攻击系统，比如说我们防最多的，比如说，拒绝服务，对吧？分布式拒绝服务叫 DDoS， 对吧？我们切到后面这个图，还有慢连接，看第一行，还有什么 SYN 洪水 ，SYN 是我们 TCP IP 协议，它在交互的这个过程中，前面发送了一个指令的名字，就是我会一直频繁发这个包，还有慢连接。慢连什么意思呢？它连上你以后，然后它就是比如我发了 A 的这个包，比如我发了刚才我们说了 TCP 三次握手，首先是哥你在吗，然后你要回一个在，好，那我反问你，有这么一个三次交互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么我发了一个哥你在吗，然后他说我在，然后那哥们他就不理你了，我一直在那等，哎，我就不理你，我就不回说那个我收到你这个说你在的这个消息，我就不回你，我一直让你等。那么在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它是需要去当初 CPU 去处理这些网络连接的，任何一个 TCP 操作它是需要有交互的，对吧？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干这种活，那不用两下他就死掉了，对吧？那么他就这个 CPU 的话，我们知道像现在我们用的不是 Linux Windows XP， 他们都是分时操作系统。我们知道有实时操作系统，有分时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是什么？早期的 DOS， 对吧？好像现在我们像什么那个卫星啊火箭上面的用的一般是实时操作系统，就是我一个指令给你，你要马上给我响应。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个导弹系统，对吧？我马上比如我就要发射了，你这个指令你还没有给我返回来，我就可能就会失败，对吧？它就这种叫实时操作系统，就要迅速响应的，一般是单进程的。然后分时操作系统呢，就是说它会把整个 CPU， 我们知道 CPU 比如我们现在有两核的四核的八核的，对吧？那是因为它没法在频率上再做升级的话，英特尔他们这种就是说芯片公司做了一个策略，它没法，比如现在到3G到顶了，我不能搞个4G赫兹、5G赫兹，它发现路不行，它搞多核，对吧？多核解决主要问题就是一个就是分片，时间切片，因为操作系统它在我们刚才说到，操作系统有五大管理，对吧？就是说 CPU 管理是最重要的一个管理，它会把 CPU 的整个运算周期切成各个片，我现在有10个进程。每个进程要申请一个时间片来做这个数据处理，比如说 A 它是要去登录 QQ， B 要打开那个淘宝，对吧？ C 它可能就是要用 QQ 影音看一个视频，对吧？那么三个进程之间这哥们同时要等着，比如有没有 QQ 有没有跟我聊天，我这边还要看着电影，对吧？比如可能看什么3D 肉蒲团之类的然后就是说，然后他这边可能打开淘宝，他要上去买东西购物，对吧？它三个进程的话，它是并行，
对你用户来说，你是不是觉得它一直在运行？你觉得什么时候你的 QQ 不工作吗？不会，就它一直停在右上角，对吧？缩起来，如果有消息滴滴滴，实际上在 CPU 处理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处理的，不是说同时三个都处理的。打比方说，现在 A QQ 它有消息过来了，它需要这个 CPU 了，它需要说，哎，你要需要是吧？好，你优先级高吗？高，你现在优先级是一是吧？好，马上把这个 CPU 片切给你，你处理了，比如说十纳秒，哎，马上我就切出来。淘宝你要打开这个网页，你要做页面渲染是吧？好，我给你渲染，对吧？啊，这时候哎，马上这个视频说，我现在要展现一个画面，我要从磁盘上读这个文件，然后做这个渲染，就是说要把这个视频文，因为我们视频的本质是一张一张图片嘛，他把这个数据文件读出来，然后往这个视频软件里面这么渲染，那么他就要在三个之间互相切换。切换的时候呢，首先比如说我们有，那就很多策略了，什么轮询策略，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说这些策略来解决优先级策略。就是你们学，如果学那个操作系统的话，它有一章专门讲这个 CPU 调度策略的，就是它里面讲了很复杂的这个调度策略。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需要，我从慢连接扯远了，就是说，如果说所有人有这个慢连接的话，我们在 CPU 调度的时候，它调度不过来就会挂掉了，对吧？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服务器就没法响应了，新来的正常用户就没法来完成这个操作了。所以繁中心系统的话是特别重要的，放在我们整个的最前端。然后我们再过来会发现，这个有 CDN 反向代理，我们单独列了两个咖啡色的这么一个框。CDN 反向代理的话，之前我在百万级别的，在千万级别的已经讲过了，对吧？它主要是做静态资源的这么一个数据缓存。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有差别，浏览服务器和提交分离。我们正常情况下，比如你发微博，或者说你发别的什么东西的话，全是在一个，或者顶多是在两个不同的页面，那肯定是在一台服务器完成这个操作。但我们这时候分离了，为什么呢？就当如果说你整个流量到了一亿 PB 的时候，你肯定是浏览操作跟写操作它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情况应该是浏览操作多，写操作少，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浏览操作扛不住了，我不能让用户影响提交操作，对吧？或者我提交操作扛不住了，我不能让影响它的浏览操作，对吧？用户至少你发不了帖子，我可以让你看内容，对吧？所以我们在架构设计，在实际上可能在物理部署的时候都会给它分离。我提交的话，我单独搞几台服务器专门做些操作。什么叫提交操作？任何有写操作的，比如我编辑、删除，对吧？我发一篇内容，我评论，对吧？或者我引用，所有的这种操作都属于提交操作。只要有往我们数据库有进行数据物理更改的，都可以理解为提交操作。浏览操作就是没有提交操作。哎，这里有个问题啊，如果浏览一个时候，它是比如说 PV 量是不是得加呀，对吧？比如之前是100，现在变成100，这个其实100也是一个写操作。但写操作的话，它跟这个提交操作没关系啊，因为这个提交操作我们更多是只针对用户的。然后浏览操作的话，就是说它是跟我们的这个静态资源会相关联的这么一个操作。这里少画了一条线啊，可能这个忘了。我们先说那个浏览操作。浏览操作的话，它到后端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肯定服务器不止一台了，可能是几十台或者几百台，可也可能上千台，对吧？像网易的有一些新闻类服务的话，可能就是服务器是非常多的，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庞大的一个资源选择，比如说我有 N 多缓存服务器，有 N 多高性能的独立模块，有 N 多搜索引擎的这个存储模块，这个时候我怎么去选择哪一台，我怎么知道哪台是不是活着，我们就需要一套通用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吧？通用解决方案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包括这么三个功能，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理解为一个中间件，或者说一个代理，对吧？那这个意思我们要资源选择，比如说我这个资源选择，比如说我是不是能管理各种各样的资源，它是一个远程接口，它是一个缓存服务器，它是一个高性能的独立的模块，我希望他们都能通过我在这个资源选择的时候给他管理一下，对吧？如果新浪微博或者后端，比如有评论、有消息、有动态，这么一大坨的一个东西，我可能涉及到后端这种资源可能是几百个，那我难道我这外部服务器针对每个模块我就要写个什么小配置什么的去搞搞吗？根本不现实，你必须让它自动化管理起来，对吧？这时候资源选择这个、管理就很重要了。第二，监控检查，因为我这外部服务器不知道你这个服务器有没有活着，对吧？监控检查的话，我们中间可能比如会切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LVS 啊，或者 HA proxy 啊，我没有做深入，因为我们这图画不了特别多了。然
然后就是说监控检查，比如说这个服务器是不是活着，对吧？它活着情况怎么样？我是不是要给它打分？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说，叫我们叫负载均衡的策略是，比如说打分制，我上台服务器 ，A 服务器性能特别好，八核的，48G 内存，对吧？然后那个磁盘是2T 的，对吧？特别好的配置。但是我 A、B、C 我 C 的服务器呢可能是单核的，1G 内存，对吧？然后可能就是磁盘的话可能是什么早期的，像标准的什么73G 的这种标准硬盘，那他们俩性能差距是很大的，对吧？那这时候你能觉得你能用统一的策略来对待他们吗？不可能。我发到 A 服务器的发1000个连接，我发到 C 服务器可能只能发100个，或者可能更少。这时候你是不是在监控检查的时候你得识别出来？大家最简单的策略，比如说我每次去访问 C 的话，这个哥们儿每次都给我响应要100毫秒，然后就这样，他分值得降低，对吧？比如说我们以10分为值，他可能只能降到2分。我 A 服务器的每次访问他马上反应，这哥们挺好，可以9分，对吧？那么我按照这个不同的分排出个不同的权重，不同的权重的话，我就可以按不同的权重频率去访问这些服务器，这个就是负载均衡策略算法的这个差异了。这只是说一个，还有很多机制，轮询制啊、哈希制啊，很多不做深入探讨。数据代理，数据代理就是说，我们现在能找到资源了，能挑资源了，然后但是这个资源什么类型呢？我不知道啊，它是个 MySQL， 还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C 加加的模块，还是它是一个 Lucens， 还是它一个 HTTP 的接口，我都搞不清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针对这个模块来做不同的这个接口处理。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在前端浏览的时候，我不用关心你后端怎么存，跟我有关系吗？没关系，我只关心输入输出，因为我们所有的无论核心的这个原则就是输入输出，输入就是写嘛，输出就是读嘛，对吧？我就关心输入一个什么叉叉叉，你给我返回一个什么叉叉叉。我现在要调用户数据，我不用关心你后面是 MySQL 呢，还是有 MemoryCache 啊，还是 PostgreSQL 啊，还是 NoSQL， 我不关心，你就按照我这个格式，你给我把数据返回来，就是吧，对吧？我要你给我返回一个用户 A 的这个数据，你就得给我返回。数据代理它就能帮你做数据格式转化，或者说这种方面的一个东西。当然这里的模块也许可以切成多块，或者说多个开源软件来解决。我们只是把它换成这么一个块来解决后面这个数据存储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再往后，远程接口，比如说你做的这个应用是跟新浪微博有关的，你是不是得调新浪微博的 API 接口啊，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你就需要远程接口，远程接口你也单独有服务有资源要把它管理起来，对吧？把它独立一块，反正服务器还有数据库集群，数据集群可能是很复杂了。你这数据库可能是 NoSQL，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MongoDB 或者 Redis 这种东西，对吧？或者是 CouchDB， 就是说你是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呢，你跟前面没关系。但是我们正常情况，数据库不会让你直接去访问的，为什么？扛不住啊！所有数据库的存储都是磁盘，它全存到文件，因为它持久化存储。如果你刚才我们说了，磁盘寻到可能就得5毫秒、10毫秒。他把数据读到内存，再从内存里读到 CPU 再来往外发，对吧？这个过程的话你得要多久的这么一个功夫啊，基本不可能嘛。所以我们需要有缓存服务器，缓存服务器可能不是产生一批的一堆的，这缓存可能是各种，有可能是 TT Server 或者说 MemoryCache 或者你自己开发的，对吧？或是一个通用的这种缓存服务，这个数据格式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高性能的独立模块，这可能大家没法理解。最简单的举个例子，打个比方说，你们比如说应该是上 QQ 的，对吧？那么 QQ 的话，你一般是不是一个 QQ 号你在哪都能用，对吧？是意思吧？比如你能在网页里登你的微博、登你的 QZone、跟你的相册，也能登 QQ。那么这个时候，它 QQ 会存在多份吗？肯定不可能，对吧？如果每一份的数据，比如说密码都不一样，那怎么玩？用户性别不一样，资料不一样，它肯定是集中存储。集中存储了，就是所有的模块都会访问它。你在 QZone 里登录也会访问它，你在 QQ 里登录也会访问它。你在微博里登录也会访问它，那么它就肯定是一个独立的、跟别人没关系的高性能的一个模块，对吧？它性能怎么高？至少我登录的时候，你不要让我感觉卡，不要那个雷一直在那摇一摇半天，你登录不上去，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这高性能独立模块，你不论它内部怎么设计的，它是一个 C 加加，或者是一个 Java 加 MySQL 或者加 Oracle 别的这个数据，你不管它，它反正是一个独立这个模块。但它这个模块可能是你本地的，可能是其他的，对吧？特别是比如说你在大公司或者人很多的，它搞不好是别的部门的。不是你说管求这个范围，它可能数据格式也不一样，对吧？我们但是高性能独立模块的话，能解决很多重要的问题。现在在很多公司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么模块，就是每公司能实现方式和机制不一样。
第三个内部搜索引擎，我们讲了很多次了，比如说斯芬克斯啊或者 Lucens 啊来搭建的这么一个数据，可能各世界不一样。反正我们流量服务很简单，这一坨数据各种各样的组装好，浏览返回给用户，对吧？就这么一个操作的这么一个流程。这数据无论存在哪，互联网还有就是计算机的核心就是输入输出，对吧？我其实你看到很炫，到底层的话都是二进制，对吧？无论你说我是一个图片，是个视频，或者说我是一个数据库，很或者说一些交互的什么各种动态什么消息，实际上就是全是数据存在各个地方，全是一些数据，是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说你这个东西怎么样存储，怎么样高效，让用户能迅速访问，对吧？就是这样。OK， 我们再来讲提交系统。提交系统的话，我们大部分提交，除了我们前端的这种防攻击系统，我们可能还需要别的防攻击系统，就是说，比如说，最简单的验证码，对吧？验证码最好的方法是用来说，就是用来解决机器问题，机器人，对吧？就很简单，很多人比如说他没事，现在稍微会写写程序，他就写个 spider， 写个蜘蛛爬虫爬别人的网页，对吧？往家里一放，或者去发表一些广告，特别像 Discord 论坛，别人如果说他知道你这个 Discord 论坛怎么发帖，他就很容易模拟用户行为，对吧？比如用什么开源工具，他了解 APP 协议 ，post 一些数据给你服务器上，你很烦。这时候怎么办？用验证码服务器，对吧？有了验证码服务器的时候，这你程序很牛，你除了把我验证码能识别了。我们当然知道，比如有一些 OCR 的这个技术可以识别验证码，但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有这个东西的关键不是说彻底不让你干这个活，而是提高你做坏事的成本，对吧？不是每个人对图形图像处理都很专业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每个人都能识别我这个验证码了。我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能刷掉95%的恶意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些数据，对吧？当然验证码，比如说我设计的越来越复杂，连人都看不懂，这肯定也不行。就是说你要涉及到就是在机器和人类之间获得一个平衡，对吧？就人类能看懂，机器看不懂，抓住这么一个关键。验证码，验证码服务器，如果你流量大了的话，你可能跟那些什么，像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打个 PHP， 然后用过什么 Image Magic， 或者是用过什么 GD 什么的，是吧？是那个字符串给它画出来。但你这如果这个流量高了，你觉得放到上面可能吗？不可能，可能要死，对吧？如果平行，我比如说我一天有。像新浪微博，像腾讯公布的数据是，他们每月提交量是在40亿左右。那平常每天的话，这个提交量是非常可怕的，对吧？那我每个人你都来请求一次，那早死了，根本不行。必须要单独的这么一个专人去做这么一个事情来保护这个安全。第二个是频率控制，频率控制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机器人它能绕过验证码，那我不能让它频繁发广告，对吧？比如它疯狂发什么郭美美事件。什么就是说这种恶意的或者说比如说非法的这种内容，这个数据发过来的话，对我们服务器压力很大的。我数据完全不想存你这个东西。还有我们有一些限制，咱比方说我们一个用户如果最多允许一天发100条微博，对吧？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我们会在这里加一个逻辑，从数据库里取出来 is if 就是说select 的星 from 叉叉叉 well 它的 time 从今天早上到今天晚上，并且按的 user 等于叉叉叉控制，把这数据控制，哎，大概这哥们儿100条，我们天天查数据库，数据库受得了吗？肯定受不了，对吧？直接就挂了。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得把数据库当爷爷一样供着，把它放到最后，前面加了一堆的东西把它保护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单独的频率控制，我不能依赖数据库，依赖于逻辑的，我要一些无逻辑的，并且能控制用户行为的这种频率控制服务器，对吧？你设计方式，你可以各种各样的设计方式，比如你用 NoSQL， 用缓存。什么呢？一些标志费是吧？一些值 key value， 比如说这哥们发一个帖子，我就给他记 UID 叉叉叉的，然后什么行为 post 的行为，然后时间，比如今天，然后数量是10，然后比如像我们 memcache 里面有一个叫 INC， 对吧？它这个操作是可以加加，那我 INC 一次 INC 一次，我每次从那边判断，哎，这哥们是不是到100了？这种逻辑是不是很简单？完全就是说跟我们整个这个脱离了。第三个是内容过滤防垃圾。这也是特别重要的。防垃圾最多的领域是什么？打个比方说，恶意数据，比如说我是个微博，或者哥们天天发反动的、非法的、与我党我不利的这个言论，对吧？或者是发一些广告的这个信息，那我们肯定是不允许的，对吧？而且相对来说，就是说在，因为我这个会录音，不能说太多了。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环境下面的话，就是还是就是对于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这个素质还是压力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慢慢你们会感受到。然后就是说链条管理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系统，防垃圾也是。我们针对比如说广告的内容、恶意的内容、竞争对手的内容、非法的内容，对吧，色情的内容，我们都是要把它过滤掉。我不能让这个数据直接填出到我们这个数据库里去。那用换句话来，比如说你是做一个 SS， 你每天就在看见别人在那边推啊，我有个淘宝店，你快来访问啊，我卖一个什么香水，你整瓶都这种数据，你受了啊？我靠，不玩你的产品，那用户是不是流失了，对吧？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对你整个这个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它这种服务的话，跟流量是无关的，全是依赖于提交这个系统。然后内容过滤防垃圾这种系统做起来是很复杂的，它跟很多统计学，还有就是很多就是说跟一些基础的数学学科是关系很密切的，对吧？你可能比如说依赖一些，包括一些比如说行为、内容、一些关键字，像我们之前聊的什么什么切词啊，比如我判断里面有这个，打比方说，我判断里面有化妆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宝宝体，但你不能依靠这么单一的这种判断，还有你又不能太低效，你性能必须很高。如果一天像新浪微博或者腾讯微博很大的这么一个量，对吧？如果说每个人我这找半天有没有广告内容，用户根本受不了，发一个帖子还得半天，你必须很高效，并且命中率很高。但同时你可能还要便于，比如说这个策略是可配置的，对吧？我能用户就加一些策略，比如说我对一些什么频度啊，是吧？频率啊，时间啊，比如说半夜你可以随便发，白天你可能或者什么的，这些需要一些策略来依赖于，就是说让整个系统更智能。OK。那么现在我们绕过了层层的这个绿色障碍，对吧？绿色城墙，我这个提交内容，我们会到一个消息队列服务器。消息队列服务器来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后面一张 PPT。看第一列数据，消息队列服务器，可能大家对消息队列听过这个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可能在工作里接触比较少。就是说，消息队列服务器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异步提交数据，因为我们有了，我们正常情况下一个数据我生成以后，比如我这是一篇博客的内容，我生成或者我一篇微博，直接肯定正常大家理解肯定说我直接就往数据库里插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那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最简单来说，你看我们前面架构里，我们除了有后面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器，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内部搜索引擎，还有审核数据系统，对吧？那你觉得说我们这个外这个浏览器是不是要往 ABC 三个模块通通给他们插一遍数据呢？不可能。那我这个应用用户得等多久才说我这个帖子发送成功，那我根本受不了。那这时候呢，你就要依赖于一个，再换句话说，比如说如果过两天我又加了一个模块，对吧，你要给我发一份数据，那你是不是得把你的程序又改一遍啊？我后来又加一个模块呢，你天天改，你受不了吗？对吧？那么我们有消息队列这种模块以后，它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前端的这个提交服务器，你根本不用关心你这个数据发给谁，你只要把消息队列服务器给它一丢，哥给你了，我不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由它来决定我发给哪些模块，我说你后面可配置，我要发给我们数据库，发给我们的搜索引擎，对吧？或者说发给我们的远程的某些接口，或者发给我们的审核系统，对吧？这时候呢，让它来帮助你完成这些事情，比如它可以后端挂很多小的这个子模块，我们一般也管这个叫 worker， 一个工作者，或者子 worker、 sub worker， 对吧？异步提交数据，就是我们数据就是到这个时候就不是实时的了。那不是实时的话，可能有些操作没法做。哪个操作呢？打比方说交易，对吧？比如我这个淘宝转账，就是说我现在不确定我这个交易是不是成功了，对吧？但因为它不是实时，它是异步的，可能要等一会儿，是吧？快的话几百毫秒，慢的话可能三五分钟，对吧？那用户就是说我靠，我买了你一个东西付款了，怎么你这个页面里还没出来啊？还说显示都未付款，用户也受不了。大家看具体，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一般的应用啊都可以这么做，异步提交数据。第二个是串行化数据。串行化数据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往数据库插数据的时候，一般我们 insert into 叉叉叉什么的这么一个操作，对吧？那么这时候如果同时有一万个人一直 insert 叉叉叉，我数据库受得了吗？受不了。但如果说我把这数据让消息队列来给我做了，它一次只会发一条过来，那我 MySQL 很轻松啊，相当轻松啊。这就变成一个串行化了，我没有什么资，我现成之间不存在竞争，我比如说 MySM 或者 InnoDB 我不存在锁，对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还有时序性，谁先发到队列谁就先，对吧？解决了比如说可能一些就是时间程度的这种约束，高兴的不出。
骂他不同服迪迦哈利，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后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后端模块的话，你可以由他让你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打比方，我们微博系统来说，消息系统是消息队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有100个人 follow 你，或者你 follow 100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 follow 100个人，这100个人所有的发的微博或者转发的这个信息，是不是你得能看到，对吧？但你怎么样能看到这个数据呢？你是不是必须要有个东西容器来容纳所有针对你的这个消息，对吧？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有1000万用户，如果这个数据量很庞大，然后我如果说我没有这么一个容器，我得每次上线以后呢，去所有数据库查一遍，哪个哥们儿给我发消息了？那我靠，用户可能1分钟过去了，这个数据还没出来，对吧？他根本完全没法做这个事情。但有消息队列的不一样，比如我们可以给每一个人做一个队列，主要针对你的消息，我往队列里一压。那你涨线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所有队列里的这个数据全拿出来。队列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数据结构里的话，它是一个先进先出的，对吧？就 FIFO 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说你数据投在最前面的，它最早这个数据被弹走了，就是跟我们对账的模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这个队列主要是所有关于我的这个消息，然后这个数据都挖好了的话，就是都发好了的话，我取的话我就啪啪啪都往外把这个队列一取，然后到我页面涨线的时候全是有序的，对吧？它已经保证了这个有序，涨线的时候我直接就可以，比如我GS 来说，直接我用 AJAX 往后端发一个请求，然后把数据拿过来，我就用动给动节点，啪啪啪把这些数据全构得好，然后页面一炫了，我就能看见了，对吧？消息队列是非常好、非常牛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再看下面的就是最后的一组，就是我们审核的这么一个数据系统。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独立出来呢？任何主要有内容提交的东西都会有审核系统，对吧？审核系统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特别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下是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体系结构，没有它肯定不行的。它可能的话就是不只承担于审核的功能，可能还有比如说一些策略配置，对吧？就是像我们一个管理后台一样，就像你用 Discuss 后台配置，或者用 Shop EX、EC Shop 这种后台管理加商品啊，就是它可能承担多项的这么一个任务。当它接收的数据的话，可能也是从消息队列服务器转换。我这个线没有画，我现在画的就是说。经过内容过滤以后再来过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内容可以做级别分级，就像我们可以对服务器性能打分一样。如果说这个内容我觉得它直接就是非法内容，直接就是罪盗，告诉用户，你们可能在很多地方发过帖，告诉用户说你这个内容含有敏感词或者什么的，对吧？没法被发表。然后但是有些数据呢，你不确定它是不是很敏感，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打个比方说，我们有剥离这个关键词，比如说，打个比方说，那个这个例子可能会有点让大家不愉悦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像针对这种过滤的时候，但我不确定里面是不是这个文章是非法的，比如说北京玻璃制品厂，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么一个描述，当然你可以把它列为广告，假设它是一个正常的帖子的话，那跟正常比如我们港澳地区称呼同性恋、男同性恋的这个描述词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在过滤系统里是不是觉得这可能它是一个非法帖，那你又不会直接拒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丢到这个审核系统里让它去审核一下，它人工去干预一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非法的，一看啊不是，它是一个描述推广他们公司产品的，那么它是合法的，对吧？就肯定要。它还有一种就是说它直接就是没问题的，这个帖子就正常的发过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提交到我们的后台存储系统里面去，然后再找一些。其实我们中间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个中间件，一个这个消息队列，把我们前后的这个东西分离了，然后解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讲的比较泛泛，可能还有一个别的每个公司的这个模型不一样，但大部分我了解的，特别是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的话，就是模式差别不会很大，就是基本上体系结构是这样的，具体的可能实现思路啊或者什么的不一样。然后大家这个层面还有什么问题吗？这块基本上我就是这两边呢，基本上就是跟大家都在刚才架构聊的时候都讲了。然后那个大家休息5分钟吗？好吧，然后咱们先休息10分钟吧，一会儿咱们回来再继续，好吧？
技能提高是有意义的，对吧？没有重复，就必须。